我觉得这个柚鲜配蔓越莓挺好吃的，之前我姐姐从美国给我带来过，酸酸甜甜的，口感很不错，我还坐在那个饼干里给宝宝吃呢。是以前同事就是买过大包装的，然后分给大家吃过，然后现在怀孕了嘛，就觉得这个就是酸酸甜甜的更加适合孕妇的口感，像营养成分很高的，应该吃的对孕妇会比较好，很有营养，应该对宝宝也会很不错。我会考虑在接下来的孕期会继续食用这种健康食品，可能是放在酸奶里面也能吃，我觉得很好吃，但当零食也很好吃。如果你自己家里做面包的话，放在里面可以取代葡萄干，因为好像会更好吃一点，口感也非常好，特别对于我们这些男士来说，我感觉当零食吃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嗯，然后我今天也发现了一种新的吃法，就是放在那个麦片里面吃，那我们非常想要尝试，下午茶的时候啊，是吧，可以来一点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